属之间一定就是会有一些理念一样或是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因为上节目话会讲比较有效果一点，那其实我跟他们一直以来关系都还不错，还是礼尚往来这样。目前先照顾好自己跟小孩，然后新恋情的部分就是随缘。那之前上节目有就是说一些公婆的一些相处上面的摩擦，那现在你们的关系还就是还 OK 吗？这样？其实因为节目的话，难免一定要有一些娱乐效果。那因为其实每一个人跟人相处之间，一定就是会有一些理念一样或是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因为上节目，你一定要让大家看的是很开心的，或者是看的是很有感触的，所以当然会讲话会讲比较有效果一点。那其实我跟他们一直以来关系都还不错，像其实我公公跟我婆婆，现在还是会定期来跟小孩一起相处，然后就是还是礼尚往来这样。那有期待，会期待新恋情吗？因为其实现在还没有时间想到那边，因为其实我跟我先生的这个状态也持续蛮久的，所以其实也不是说突然改变，所以心境上也不会有太大的波折，不会突然有一些新的想法。所以其实现在就是目前先照顾好自己跟小孩，然后新恋情的部分就是随缘。那一一分享一下之后的那个工作规划好了。工作规划，其实我现在还是正常有在接通告，然后还是有跟佩佩一起在拍，因为我们有在拍短影音，佩佩的婚纱店，那有时候我也是会去帮忙这样，大概都照之前正常的模式在运行。那经济上面会有一些压力吗？经济上不会，因为其实我先生跟我先生一直以来都对小朋友在经济上很照顾。那其实我们有共识，就是我们希望小朋友对于就是我跟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改变，其实是我跟他两个之间的事，跟小朋友没有关系，所以其实小朋友还是正常的有他们的跟以往一样的状态，所以其实小朋友经济都还是我先生那边在负责，那我自己这边呢，我就是一直以来是把自己照顾好，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